一关叫服不服拔剑，请听规则。接下来呢，这个节目组一共准备了九把剑，其中有四把呢是拔出来就是完完整整的剑，然后有五把呢是假剑，然后我们各选一把，只要拔出来是真的就可以晋级到下一轮，非常简单。我们拔剑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帅气的口号，叫做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六。好，下面我说三下之后，大家就过来站到这个剑后面，不能碰这个剑。我们按照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这样来站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准备开始选择，五四三，我都没下来，我就二，不能碰，不能碰，不能碰，拿也行，拿吧，拿了也行，我们拿，拿吧，拿它了，好，七号，二号，好，拿完了，我们按顺序站好啊。爸，挺好的，但这个好猜了哈，晋级的人就是卧底，对不对？卧底肯定晋级啊，晋级的人就是卧底。第一个最先伸手的是谁？是周游同学。哦，非常的坚决，非常坚决。号被人拿走，我甚至是想说你们站好了之后，我说三二一再一起拿，就按照顺序这样站。但他先摸了这个剑，但这个剑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这里边呢一共是有四把真剑，五把是假剑，四把。好，来，周游首先亮剑，帅的啊！哎，口号呢？哎，你太急了吧，哥，一点儿不演呐！卧底，卧底，验证吧，验证吧，验证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都不脸红了，我累了，这快。好，好，来。下面来，大哥，大哥是犹豫了一下，拿了四号，来准备，口号，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六？好，该是他了，该是他。真剑，真剑，我已经感觉到我可能是假的了。好，好，老秦，你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自己选的还是最后剩的这把？就没剩几把了。从概率学的角度，该不是这见不见的这个？你是几吧？你是几号嘛？三号，来，哎，对，来换不换？你不换。哎呀，我听到你那晃当晃当响。哎，因为我也听见了啊。好，来，我这好像也响，帅的啊！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六？六六。哎呀！ Oh no！ 好羞辱啊，这个。哇哦！狗尾巴草。好，那 也就是说我们老秦可以去坐着休息了。好，到延琦，来，延琦，我也是拿着剩下的。对，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烈？你连狗尾巴草都没有一个，得亏没跟你换啊。好，延琦也出局了。好，宪哥该不会把把有剧本吧？哎呀，好，拿的是，这是九号，来准备，是六号，六号是六号，六号来吧。宪哥要是拿对了太可疑了，说实话。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六？到底谁更六？哇、哦！一双死活锅的筷子，也太好笑了。这像不像那热得快？我回去吃火锅去了。踏实了，踏实了，宪哥踏实了。好，来了，迪哥，迪哥来了。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六？六哇！拔剑的时候自信满满，自信满满。下面因为还剩一把真剑，对，还有一把，所以你们三位同时，好吧，三个女生一起啊，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六？来，准备。闪耀的好六，到底谁更六？哦，啊，到底谁六？哦，人民。任敏，明敏，好，投任敏和周游，开始拉票了，这个人开始拉票了。以我的判断，祝贺任敏、周游、迪哥和大哥进入到下一轮。好，请坐，请坐，来，四位请到这边就坐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别怕，别怕，你有。你都有剧本了，你怕啥？你有剧本，你怕什么？没事儿，你都知道怎么回事儿。等于你晋级了，这是第二轮挑战了。啊、我断剑大侠很怀疑周游，我也很怀疑，我已经怀疑到三轮了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是任敏和谭剑刺，我觉得是任敏和谭剑刺。Oh no！ 一会儿何老师呢会在这个白板上面写一个数字，
然后呢，四位是坐在这个下面轮流开始报数，我们每个人最多可以报三个数字，只要报中那个数字的人就淘汰。请注意，请注意，那个有剧本的人会知道这个数字。对，因为规定了我只能写一个数字。好，那任敏刚还说我们在玩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牛哥到你了吧，剧本背的还挺熟哈。你又演上了哈。好，何老师已经写好了，我们的范围是一到五十哦。迪哥，你想先来还是几号位啊？我一号位，我先来呗。好，你先来吧。好，开始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总不能是四五六吧？也不可能是七八九吧？十。哇，突然就一个号了。十一。十二。你怎么胆子突然变小了？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我。这个任敏很难捉摸呀，这个人。十多到哪儿了？十六，别紧张。十七和十八。这不是卧底，是成品感觉啊。这个会伤到别人吧？我觉得这个水的那个。十九、二十。十九、二十。哦，没到。二十一。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。这把演得好啊！这条好。你们有一次过的机会，别忘了。过。他已经把过的这次机会用掉了，现在数字来到二十四，大哥，该喊二十五了，我过了，喊完应该害怕。二十五，二十五，一般，这条一般没演好，下次轮到你的时候再换一个演法，好不好？来，周游，二十五了，二六。二七二八二九，漂亮！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好帅啊！我知道的，胸有成竹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是不是就是你，明明？我是真不愿意接在任敏的后面，真的。没办法，你已经过掉了。真是，到哪儿了？二十九，二十九了。哇，好紧张。三十三一，我们是只要一喊中会直接爆哦。No, 老师，你喊老师干嘛？后面的机关老师，没有啊，三十一了，大哥到三十一了，大哥听我的过吧，咱们差不多过了吧？我觉得差不多到了，老吓人了，三十一了，来继续往下吧，要么过，要么就往下报，三十二，三十二，三十三，哦，周围好淡定，大家坐好啊，对，一个坐好。我做好了，我这就是我做好的姿势。你哥，好，现在周游已经把数字拉到三十三，现在到任敏。三十四。现在到哇！哎，突然降慢了他的那个数量哈，你喊三十四、三十五炸我呗。任敏值得怀疑啊。任敏太值得怀疑了。